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茜。好，那我现在回答粉丝们的问题啊。第一个，栗子酱22哦，还是 VIP 哦，收拾好可以开直播唠唠嗑吗？倩倩，可以考虑的，看看你要不要贡献收视率啦。然后第二个，对，是 A B C 横杠123888。然后他问他什么时候休息两天，什么时候开个人见面会啊？休息的话，看有没有时间啦。然后见面会，计划中。然后第三个，阳光你好呀22，他问我宋茜你要注意身体，你在换成里面一共几个造型呀？我简单算了一下，大概最少也有5个吧，5个造型哦。